暖杯巧克力。好，夏天一去又是冬季，为什么他要说这两句话？夏天已经过去了，然后冬天又来了，每一样东西都重重复复的。然后呢就可以在那个 7-Eleven 那边买一杯好开心让你快乐的一杯喝的。理解满分，把它表现出来，虽然它很短，但是把它表现出来。好的，我想看一下 Dance Break 那个地方，让我看一眼。Dance Break 要抠一下，我觉得。挺齐的呀！哇，我刚刚看好齐啊！居居姐，我有一点点。居居姐，不是，你不要再摸大腿了，你一直在摸大腿。你看他又摸腿，不要摸啊！这样。其实还不错哈，再看一遍。娘娘，你笑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，这个你会张着嘴巴笑。好用力！芬姐，你老师说的，放电。老师说要有那种态度在里面，你为什么要唱这个感觉？好看，蔡小芬真的做得太棒了。这样。你那样看着啊，我那个我真没想到了，没来你们那个组我怎么变成这样了。我们一起学他的。喵喵转动滴滴答，小小时差滴滴答，我走这一步洒在你头发。做这个动作要不要那么夸张？我一来那个组，气立马变成满了多了，然后又油了。我现在告诉你是好的，你要是播出去了之后你是这个样子，那就永远留在互联网上了，那就永远留。我不干了，我气死了，我不干了。对不起。